由身心障碍人士组成的混障综艺团今天到基隆商工演出，综艺团成员克服身心障碍的精神，感动在场的上千位同学。由身心障碍人士组成的混障综艺团来到基隆商工演出，四位盲包朋友组成的 F4 乐团展现精湛的演奏功力，接下来还有智障及听障朋友组成的奇异三株克服障碍带来中东舞表演。到校园来做生命教育的宣导，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同学珍惜生命这样的一个用意。因为我们的团员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障碍，按说我们比一般人更有资格跟权利来抱怨，可是我们选择的不是抱怨，而是呢珍惜生命，尊重生命，这就是我们要传达的目的。我觉得他们的精神很好，就是他们虽然有残障，可是他们的还是不放弃。听说有我们的学长在把同学引导就定位，快一点，在这团表演，然后我们，所以我们才两边都可以感到很荣幸的看他们表演。机商同学能欣赏到混障综艺团的演出，主要是因为有国泰基金会的赞助，以及身为综艺团志工的校友魏成良牵线。其实跟混障综艺团这么久了，然后也到各的学校去做了很多的生命教育的一些宣导，然后让师生都有很多的感动。然后身为志工跟工作人员的我，当然希望把这么好的一个活动，然后让自己的学弟妹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到学校来。所以我当初就是跟两个基金会极力的争取说，哎，是不是也可以到我的母校来参与这样一场生命教育的宣导、生命教育的演出，也把这个感动带给我自己的学弟妹。由我们国泰慈善基金会以及我们的联华基金会呢来赞助我们这一场的演出。那这些呢都是由我们的残障的身心障碍的人士来组成的综艺团，他们呢永不放弃，永远的成长，他们展现生命的韧性，他们愿意用他们的生命的成长的故事来跟我们所有的同学分享，用他们的生命来传递生命，用他们的生命来感动生命，所以这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教育。混障综艺团成员克服身体障碍的精彩演出，真的是最好的生命教育，感动上千位同学。记者陈君云采访报道。